法搅拌机带着兔子杯四兄弟变魔术，红色兔子杯，黄色兔子杯，绿色兔子杯，蓝色兔子杯，依次打开。紧接着，小球神奇般的装满了各个杯子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毕竟有这么多小球的参与，魔术肯定很精彩。Blue, rainbow. 好了，四种颜色对应的英文单词都学会了吗？快看，红色小球倒进了魔法搅拌机里，究竟会发生什么？谁也不知道。只见盖子盖上，搅拌机就动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竟然从搅拌机里变出来一辆鲜红的闪电麦昆，实在是太神奇了。黄色小球也按捺不住了，打开杯盖也刷刷地倒了进去。哇哦！盖上盖子，搅拌机开始转动，小球在里面不停地翻滚着。待搅拌完毕，一辆黄灿灿的闪电麦昆闪亮登场了。按照顺序，接下来轮到绿色兔子杯，那可爱的小球再次被倒入搅拌机里。哇哦！转呀转呀转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次变出来的是绿色的闪电麦昆。最后蓝色兔子被压着登场，小球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哇哦！在搅拌机神奇的魔法下，蓝色的闪电麦昆也被召唤出来了，四种颜色的车车集合完毕。